我们在太空挺忙的，每天正常都要工作9个小时以上，还要经常加班，一周要工作6天，只有周日才能够休息。地面会提前给我们上行每周及每天的工作计划，工作项目包括空间站的站务管理啊、设备维护维修啊、铺装活动、个人身体医学检查。在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读书、看电视节目、听音乐，与家人双向视频通话、练习书法等等，进行一些放松的调节。我们在太空是不玩游戏的。